行游四海应心灵，发扬宗教传万世。俗语讲，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嘛不相逢啊。相信咱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拢是正善因，才会当得到善缘啊。伊每一工拢拍开咱的电视机，看到咱的节目《行游四海》。今仔日咱们所看的节目，也是咱台南玉井先天上帝，而且要感恩着伊造神福田的发展啊，大家当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保平安啊！北极先天上帝，也是咱台湾真指标性的一座先天上帝庙。300多年来，历史的北极殿，无论是对咱的庙的厝顶，迄、那个精良的艺术啦，手工精油啊，早期建庙迄个时阵所塑造，人讲王冠搭庙角啊，每一人拢是不可多得的艺术迄种的作品。今仔日，咱要教咱大家来做伙看到咱上帝公。你圣诞千秋，迄、那个老日所有的活动啊，在咱玉井北极殿先天上帝啊，伊的称谓叫做武当山北极先天真武大帝、东摩大天尊，民间俗称叫做上帝公，有人叫做上帝爷，也是咱帝爷公啊。玉井北极殿所服侍先天上帝也真特别。伊甲咱下营北极殿、花坛三兄宫，也是咱三兄弟各镇守，伫每一个角落。比如着地方，当年郑成功来台，所服侍三尊的先天上帝伊的形象，实善有300多年，其中一尊啊，也是咱排行第三尊的玉井先天上帝。因此，咱信众甲称为三帝爷公。咱北极殿也有服侍着来自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的观音菩萨。在咱《普门品》这本经典中啊，有记载着真清楚啊。咱知影观音菩萨伊的名。可以说对救苦救难所得来，另外我们生育之神也是我们祖先娘娘啊，以及我们南北斗神君、斗罗神君在我们玉井北极殿啊也有服侍。来到咱玉井北极殿啊，也是真特别，也有咱正殿的中殿啊，也有真侪信徒所奉献的龟啊，看到这个龟一只一只啊爬来爬去，行来行去啊，伫咱这个龟池啊，对着咱上帝公庙，会使讲真有意义，啊嘛真趣味啦。在咱每一年，咱农历的二月底开始，咱台湾各地真侪先天上帝庙，拢来到玉井的庙来遮进香参拜。
浸香的香期大概在一礼拜左右，对巷仔头到巷仔尾啊，会使讲顶头真丰富、真闹热。尤其虔诚的信徒啊，拢是咧证明着咱玉井北极灯山底啊，伊的灵感甲伊的神威。看到咱先天上帝，伫每年定期，甲咱下营上帝庙，甲咱花坛三兄宫啊，进行着三兄弟的回乡联谊啊。伫东港啊，人头非常的多，甚至现场的老者啊，实在人山人海，客甲庙埕啊，会使讲满满满。玉井北极灯，咱上帝讲啊，也因为伊有三兄弟，所以讲伊是排第三的，也当称为三地爷公啊。而伊的神威远播，伊的神威显赫啊，所以讲每一年过到三月初三伊的生日的时阵，伫前一天啊，一透早，陆陆续续真侪虔诚的信徒，拢会前往着咱。玉井上帝公庙，阿来遮参香拜拜。玉井先天上帝，咱三地啊，会使讲香火真旺盛，嘛是神威真显赫啦。当然，你这一天咱分灵出去的，咱每一个宫坛拢会倒转来参香拜拜，而且甲祝寿，当然是一个饮水思源的意义啦。
啊，咱是玉井北店，由咱玉井北店的委员，啊，咱主任委员，以及阮本店就是跟主任员代表之下，首先来向咱啊，注意慎重大德啊，发一个法案。同时，遮我来简单介绍咱玉井北店啊，北去现天三上帝，在咱这个农历三月初三。有这圣诞万寿、圣寿之这个当中呢，阮每一年的初一、初二、初三，甚至在咱二月份，拢有咱南北二路啊各地方的宫庙、宫坛啊，到等下咱玉井北殿来进香祭祖啊。同时，遮也有人到底参香啊，到底过路。那么咱北极殿呢啊，在这正月初到初二、初三这当中。我們為了在咱信仰啊，過去在咱國有文化，我們在咱每一日啊，攏有煮這個平安米啊，咱人講講卤米，就是有素食的壽米，一個咱炒的這個壽米啊，兼卤就是說卤米。那麼我們這個動作也是講要讓咱眾信徒倒底食平安，同時在咱這個慶典當中呢，我們啊每一天都攏有做歌仔戲、歌戲。甲咱 KTV 的歌曲演艺，啊，甲咱江中戏，当时在上最特别，也就是讲，咱伫咱大家一看，就讲在咱这个庙前呢，咱有这个啊，咱有这艳王一个贡品，这艳王贡品也是咱道教中最敬仰，也就讲要予咱这众信佛到咱玉这北殿，向咱北去献点上的。就在圣诞嘛，就圣诞就这当中，可以会当来阿咧，那种用这个果品去食咱，吼、哦，这个用哦，可以这个使用，就买予咱这众信佛，哦，所以是最终能够讲最高啊，是敬礼。那么咱北极殿维持在咱这个340几年的这历史当中呢，除了咱众信佛的这啊供养个团拜，啊个这个哦，这个。典故呢，所以阮北极殿爱流传这个细节，落来到咱到现在。啊，由阮这主任委员啊，甲咱啊常务干事、甲咱总干事，大家都虔诚，每一日都伫遮为咱注意呢，啊为咱众信徒来底效劳。像咱主任委员啊，昨暝、昨日暝嘛拢无困，啊咱这主任员总干嘛拢来咧啊到上班啊到斟酌这个种种的细节，哦会使讲是台。啊，拢为咱北京很理想的来做一个效劳啊！伫遮呢，我嘛祈求咱众信徒，若有时间呢，咱当时常倒转咱玉井北殿来向咱北京很理想的来礼敬啊！做将咱从咱信咱啊，罗华信徒对咱啊，即主位神啊，北京很理想的将敬仰，所以我嘛欢迎咱众信徒，大家时常倒转咱玉井北殿，阮。委员的这边嘛，会当安尼尽量以阮的服务程度啊，以咱这个佛咱道教啊，以咱的道法，加咱这微妙法啊，会当了解所在，咱嘛会当和大家共同来研讨，共同来研究啊咧。总是今仔日啊嘛来感谢咱注意啦吼，啊，甲咱总干事啊来一家代表咱玉井北殿来向咱注意代表先生，咱必安法安啊。祝福大家法力充满，万事如意！大家信奉命太，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大赚钱。咱管理所有啊的技术工作人员啊，都等下向咱啊北极限定上台来接信啦嘛，就先请就，那么祈求咱北极限定啊团队拜，都有新拍新家乡团。向这一路心存地情，心灵好分，身配灵恩，地主官格，敬得九天，阿龙拜请。咱北极殿，北极现天上帝，啊，咱二上帝、三上帝、四上帝，以及咱本殿乾隆大帝亲自所著书，统统是福德进行脱离白光。咱当了原本的众尊神，由咱玉井北极殿落下。啊！咱罗主以及咱本殿啊管理员的主事工作人员啊，在此分享拜拜。
感谢咱北极先天上帝啊，圣人万圣圣圣修，有咱罗哈众信师，有咱自然有缘顺应在你圣者前来啊，向咱北极先天上帝祝你圣人万圣圣圣修啊。同时在这个当中，有咱北极天啊，咱技术工作人员特别在咱殿前啊，举办咱这个宴龙。啊，咱这按按龙也是到时，予咱啊，咱师尊啊，北极先天上帝，一个咱来往众高僧啊，一个贡品啊，而且呢啊，祈求咱北极先天上帝，一旦庇佑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事事如意、不绝永庆、龙祥凤展，同时嘛祈求咱北极先天上帝啊，祝福咱众多信师大家星光明台。大家智慧啊，高超，一起咱心想事成，在此来集香拜，啊，再拜，好来，啊，三拜来集香。咱注意，咱委员。咱主任委员，咱全体执事工作人员，由咱主委家代表啊，因为中暑这限制啊，大家咱众信师都在给咱北京领上的作这圣诞万寿、圣圣寿这个当中，咱家三百举个手，咱会当跪，咱跪，袂当跪，请咱方便来行三百举个手，一拜。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道先，再拜跪叩首，再叩首。六叩首，高声三拜跪叩首，再叩首，九叩首，高声向咱北极先天上上帝。一个人众尊神，行三个宫最近的，一个宫，再一个宫，三个宫，列行。看到咱庙方这么虔诚啊！为着咱上帝公伊个圣诞啊，一个大好个日子啊，咱北极天依照着咱个鼓励，准备真丰富个祭品，而且来办理着宴龙，为着要表示隆重啊，山顶海边一人都无欠啦。为着要予咱观众朋友更加详细来了解，咱要来邀请着咱宣化组长。来介绍着咱宴龙伊个意义，包括咱顶个礼俗。啊，在咱玉正北顶，啊，咱北极先天上帝啊，即圣万寿、圣圣寿即个当中，我每一年拢在即初二，因为咱在咧初一无多，咱全全省各角落个即殿庙宇，拢都等咱玉正北顶进行合作。那么咱即、这个今仔日由咱北极先天上帝啊，你。咱今日北极先天上帝哦，即圣诞嘛是圣圣寿节当中，我是用即车子啊来啊拜即、这个啊咱啊即宴王吼，诶、啊、即、这个仪式，即、这个宴王仪式又是讲咱一般的咱人对神的拜拜的敬仰，也就是讲咱山林海味玉米菜叶话，咱五星吼、哦、啊来甲咱规矩礼仪。那么为了咱即、这个。供养各神佛，所以咱玉正北天，特别在咱今日三月初二这当中，
我們特別用這個煙籠的這個煙色，也就是這個煙色就是說要讓我們倒回來把我們北極現在上的共作性的萬修性性修飾的當中，也就是說我們要共和這些各先佛來所應用的這個供品。那麼這個供品我們分作幾個項，我們請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頭一名家也就是我們這個四個我們的規矩，我們規矩咱的波上吼，也就是咱神尊伫遮来迎接伊众神佛来甲接受，所以伊做主人的人，今爱在这头前面遮吼。咱后壁面这所在呢，咱一般的讲讲是五仙，咱有肉鸡，吼啊，咱这贡品，这是咱吼，或者五仙。五仙在当中呢吼，咱古早人在讲。咱对神佛就讲为本能啊，本能啊，分吼啊，个叫啥？这个水分车，因为咱古早吼，拢是用这水分车食分啦。所以现主席，那么个准备现代这分吼，现代这分啊，这古早还来机吼，古早还来机啊，咱这个正向法吼啊，咱这个分车诶，各互咱神佛，因为咱现主席讲。哦，这假婚，那么咱古早嘛是假婚，古早人假婚是用咱这混水混水，所以现在呢，这改变这个啊，人讲由化而简啦哈，所以咱现出是用这混水来代表咱的敬意，哦，啊，同时咱这开始，咱先分有男有女，那么咱这个开始呢，表示咱哦，在这个当中以来，促进咱这个。芳心吼，来这个这个过咧秋茶，这也是咱在咱世俗人、咱民间的人最高贵的一种是补品，就是讲咱这过咧，我所以用这过咧秋。那么咱这金木这两白是用啥？用咱这个用咱这个当归所做起来，所雕刻起来。那么你要用石龟来雕刻，石龟更加黑的时候冷气，所以用这啥？用咱这个当归吼来雕刻金木，咱北极先天上帝，为讲来说金木大地，所以用这金木能去代表伊北极先天上帝啊。比如咱这蜜饯糕饼啊，糕饼，又是讲咱现出时在咱这个习俗当中呢，咱做这些物件是古早这个精品，比如讲像咱。一挂这桃，吼，一挂桃，一挂果类，果类现主席咱要当去看。那么这桃类的，咱现主席现场人看无当去看，吼，只有咱真的现场讲做仙桃。那么咱这桃，这个，吼，甲这个啥，这个咱吼果子吼，伫遮，这对伊的蜜饯的甜的物件，吼，这糕饼，吼，这表示对神佛的敬意。当时我们做一个信众来时，我甲方志讲来讲，尽量卖甲摸卖啊看，因为咱这个贡品就是要供养给咱这各神佛哦来使用，所以咱信众来唔能甲摸，唔能甲搬，恐惊去破坏掉伊这个咱认定吼，这人神佛的这个这清气啦吼。所以咱头先说看家，这贡品哦，就是咱现出时。哦，为足少看的物件吼，比如讲像咱石榴，比如讲很出奇，咱这石榴，咱这石榴嘛是有啊，不过这个规矩足少。咱一般伫种伫种拢是拢正大量的这个果树，比如讲说，阮就这出生山啊啦，山嘛爱足侪的量伫做，为讲规矩着种山啊。那么这石榴是足少的物件，吼，所以很出奇，咱们看这石榴和石榴足少。哦，那么以这個、由咱这个手工所做起来的这个贡品哦，是真高贵的物件啦，吼、哦。北极现天上帝，也就是好气通三宝，吼、哦。咱诸多神拢有啦，好气通三宝，吼、哦，一能定四方，吼、哦。像咱头前面这个糕饼，这是咱古早吼，是用香糖，吼、哦、香糖用木去灌的物件。那么就是咱要去食这个物件，无等于买，吼、哦。古早就有人专门在做，哦，也是讲用咱糖啊，去羊了后才灌入模林。那么这现出时，这个物件已经无啊，无人在做啊。
吼，咱咪用这表示咱的敬意哈。啊，咱先天上帝要有咱地主在咱北极，吼，所以咱讲北极先天上帝，吼，这是伊的总名称啦，吼。啊，今日咱这种种的物件，算讲是咱哦北极边啊，对咱众先祖所供养、所敬仰的这个贡品啊，吼，咱这个啊坐像来这边。咱甲看，虽然讲是咱一般的一个啊糕饼，甲一个咱的菜碗，吼、哦，咱后壁面这是先祖要用，吼、哦，亲像咱吼因咱较早的人呢，对饮酒唔定是用杯尔，伊所对酒的物件是啥？就是咱用这个葫芦对酒，哦，那么就是咱伊无像讲咱高粱酒，讲拿来一罐一罐，所以锅仔酒也是拢地上。用咱这葫芦杆啊来兑酒，所以咱用这个葫芦杆啊吼，表示咱兑酒的这个意思，吼。啊，咱中这个啥，这个这甜味吼，咱拢甲喝一碗酒啊，表示要向咱先祖来敬意啊嘞，吼。哦，壁面即座咱一般的讲来讲，敬仰是最高的敬礼，也就讲。咱山珍海味为用啥？咱山珍海味爱有盐，吼、哦，盐糖，吼、哦、啊姜豆。所以咱这呢，咱这就讲表示伊个山珍海味。那山珍海味为了要要供养咱众仙佛，咱总是爱破败吼，较美丽、较美观，啊，互咱众仙佛啊来接礼，吼、哦。啊，同时咱北边呢来感谢咱。啊，众信师的这个供养，那么阮今日这十条嘛，拜托阮海尾，哦，拜托阮海尾这位律师吼，也是咱海尾这个啊北极边的咱这个吼宗主啊兼律师吼，啊，只要是阮足大敬仰，阮今日这物件嘛能委托于来甲道上帮道下手，哦，啊来会当好啊，啊来众信佛来完成这个咱人的愿。人的心愿啦，哈啊！而且呢，哦，我简单的介绍，也是讲咱啊众善人有这個心，那么咱北极边的技术工作人员，那么有这個心，哦，所以我尽量来甲做，吼、哦、啊！用呢，我也个一个啥，有一个北极边技术工作人员的这团拜，甲众信师做来大家共用的团拜，吼、哦。哇，观众朋友啊，你敢有看过这么盛大的宴容？一方面，你这要甲咱上帝公来甲祝寿啊，那另外一方面，看起来是真丰富又搁气派啊！相信你这一天，咱三弟爷的生日啊，上苍来做客，浑游四海的国神道啊，嘛来这做着神甲神的人客啦，相信。咱国委员，咱总干事，这么虔诚的心意啊！咱三弟阿公一定有感受到，也来继续保庇着咱地方的欢迎，和家家户户安居乐业，咱人是过着幸福美满的好日子啦。
咱三地爷伊个机心，豆豆啊来瓦架，这也表示着咱三地爷讲伊个欢喜，要来甲咱众人，要来甲支持。当然，咱在座咱这信徒啊，就准备要来迎接着咱三地爷讲个支持。看到现场这么多人在看闹热，咱上帝阿公啊，已经瓦架，也要来甲交代代志。来，咱赶紧啊，来看到咱上帝公瓦架，也要来交代什么代志嘞？有天万有，也有这缘分，也含咱这电视台这工作人员在厝结缘，伊在咱这庙，非常的久这历史啊。伊在就是讲嘛爱照着咱这面媒体，伊在咱这人小小团才会当互阮方个这信徒在厝来到这所在，受着红火来庙来施施，会当来施施弘扬，会当来化解啦。咱北京现在大上帝吼，来感谢咱电视台这边面专程来见面来采访啦吼。这采访台当中呢，会当互伊心得，受咱即个媒体来公布，互伊当安尼，甚物讲台啦吼，当时嘛，比如咱电视台这边的数据的高超，当时嘛，只会比如咱东南往东、往南、往北、往西，咱会当行车安全吼。再来所讲，咱即个北京天在咱日本时代，就是咱北京天上帝、北京天三上帝在此镇守，一在这当中神威非常的这显现，在此除了咱这众士大一在享誉，让咱这北京天的香火会当过来再来兴旺啊，再来所讲要来让咱的这香火兴旺，也是要靠着咱这林顶落下扶持扶我的这神威，才有法度再次神通广大。咱北极殿吼，众神在咱日本时代到现出世啦，这神会当供台嘛，就爱靠咱这无啊信徒，大家这个的共信啦吼。那么咱北极殿上帝这神供台是咱众人的喜爱，众人的虔诚那个奉香啦吼，所以有当神会供台吼，彼此保持备啦吼。那都由咱点名人员到咱大师伯你的这个圣殿内底面啦，因有感触咱大师伯的行为功德啦，有一挂特殊的所在，因拢家己知影啦。甚至咱海尾咱的店主、咱的店主在此伊嘛有去来看到你的人生的这特殊的所在啦，无简单啦。再来所讲，我今天咱北极天大上帝在此开言，开了经言，也希望咱这众会员众落下一再好好来拍拼，会再予咱的这任务再来搁加兴旺啊！其实咱这个庙要兴旺啦吼，嘛都要靠咱众神神啦，靠咱本地技术工作人员大家辛苦，大家效劳，咱北极天。本人家当个尽心，庙会当供台来发挥，咱的信众将他不管天下啦。再来所讲，咱就是外口要办了这仪式，一再就是要来解敬了，好清气，咱这身价会当下降，来受着我，一再邀请来莅临嘛。来感谢咱，
要咱玉石不停的，感谢咱老板赵良江，把咱啊赵良江的注意，伊给咱支持工作人员。咱海尾北店，海尾北店全体执事人员，林建强、叫林建强啊，蔡志彪啊，啊，咱总执事高总人员吼，感谢咱所有执事高总人员，欢迎小花，大家成功平台，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啊，祝天天心达，万事顺心收。啊，有奖金！今仔日台湾乐天泰做个管理委员会，左叔肖兴荣，副主任委员罗春杰，罗祖，陈金田，两位奖信徒咧，啊来伫咱北京献天上帝，两位奖金按下来给祝寿，哦啊祝你幸寿无疆，幸幸寿啊，两位红心，但比如。大事，当然平安顺遂；降落下，当然顺遂；出头路，当然顺遂嘞。啊，做生意当然兴旺。大事，当然平安。拜，再拜，三拜。啊，我明明在咱在家里关哈。就是啊，只要做几行，啊，很好归。对一套早，会使讲现场就非常的闹热。各宫庙一宫接一宫，而且参拜，而且咧祝寿啊，总是每一个人仰香拜拜，
有伊祈求无同啊，有的是咧保平安，为着身体；有的就是为着事业，啊，要来请求着上帝讲，爱当来个保庇。对着上帝讲，伊的神威显现，爱来所求。所以讲，现场人是非常的多，信徒是非常的虔诚啊。因为你每一年，伊拢受到咱上帝讲伊的保佑啊，会当合家平安。这也是一年来对着咱上帝讲伊虔诚伊的用心，嘛表示着咱信徒对上帝讲伊的敬意。谢谢，感谢。啊，感谢咱光明进南宫，光明进南宫的执行委员，感谢。谢谢。感谢咱海会感谢咱在咱道教的信仰，咱人对神是一个寄托和期待。我相信所有观众朋友看咱的节目啊，是有看是有保庇啊。希望恁会当继续来甲咱这个节目来甲发扬，和咱道教文化会当继续来甲传承呐。各位咱全国的观众朋友，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神游四海，受到咱全国的观众朋友对咱的疼爱，
甲咱收看，而且拜托咱好朋友继续来支持，明仔载同款这个时间再会。